你也被迫张飞打野过是吗？那些年你脸还没这么圆。是的，我的宝。再来一把呀！不行不行，现在峡谷都是老油条了，拿蔡文姬打野，有点支棱不起来了，兄弟们。先不用管他了。刷刷刷，我就是你蔡文姬打野那年关注你的是吗？可以啊，你下路能打一波吗？嗯，他怎么上来了？哎哦，好，有多危险呢？他们打野是谁来着？曹操。过来帮帮忙啊，兄弟们！他好像没闪现呢，我记得。嗯，可以。哎，把兵宰了。上路这波可以打吧？打不了。算了呀。太难杀了这个。人浪费我时间了，你又打起来了呀！好，我们这边可以坐电梯下去，来吧，打起来，兄弟们！这又打不起来了，你可真烦。太逗了，兄弟们，好像也是能刮出来的呀，只是龟速刮而已。他把我框在那里，我慢慢刮，这个间隙就是很尴尬呀。这个墨子，他这个大招锁也锁不住我，我该刮还是能刮他。嗯，杨勇对换了，就应该没人守。又来，这也是他怕了。再来，他已经不敢锁我了。
把中路推了吧，我们。曹操去哪了？还是做个抵抗鞋。他小控制还是有的，对面。你要贴墙走，在这里可以回一口能量。怎么没回到啊？怎么都他的呀？之前跟你们讲过这个，这个操作的问题啊，就是有的时候需要操作一下，把别人带回来。大哥，别抢了，别抢了。就是你大招二技能过去刮第一段 A 的时候就要用大招了，这样就可以把后面的人推回来。你自己要去找那个那一瞬间的时间点。王家安惩戒了我。能顶到吗？接一大。OK。去把中路给推了。好家伙！生气了他。吃药，注意我进场啦，兄弟们！你的大招都不用在他脸上刮，他也拿我没办法呀。伤害太高了，我们现在攒个被动到他们脸上就直接无限刮了。我记得贴墙走会回一口能量的呀，怎么想我回了？这个兄弟气的哟，A 一下，13，2技能，这是九月的招牌技啊，兄弟们，就他 A 一下，然后13，哇，贼嗨，存个被动 A 一下13，光速直接切入，兄弟们。没什么东西给我回血。人不齐就打个主宰吧。
拿个篮，拿个篮，其实我 CD 也够，拿个篮踏实一点。把线都带过去。存一下。这好像都瞬间都宰了呀。试试 A 塔一三技能，看能不能秒人呢。再存一下。哎，算了算了，拉不出来。都切死了，我还准备我操作一下，复刻一下操作的，这也不需要了呀。好，注意啊。算了，等一手。哎呀，这个青青草原烫了我一下呀，有点尴尬。把人都推到了一起，准备嘎嘎乱杀了，开始了。不是吧，不是吧，我的好兄弟。这不都死可以拿个暴君嘛，能不能过来看我一眼，我的宝。他残了吧，应该结束了呀，这再过去把他一杀，结束了，兄弟们，这玩蓝太简单了。复刻九月的操作 A 一三，嘿，哈，哒哒哒哒哒哒，然后那个人就死了。明白了吧，就这么玩了啊。希望大家多多关注，多多转发，拜拜。